对呀，讲自己的愿望哎，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，偷偷的讲，
其实，圣诞节、生日哦，我每次都会，其实很开心，因为每次圣诞节几乎都是跟我们可爱的台湾同胞一起过，所以看到大家快乐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是 ，OK， 那这个愿望，我希望，我真的希望真心的祝福我们台湾，我们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健康。可以幸福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发达了，发达了。好，姐姐一刀下去，哦，这个哦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太开心了。我告诉你，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太重的话，我们帮你拿进去。没有，我讲的不好意思。哇，怎么这么好？谢谢姐姐，天哪，谢谢姐姐。
express it right now, work it out well. Now had no time to kill my food, that too still. I went for real, do me with my style. Do the job, let's do with my scale. Still, we'll make it feel still. Bye.
干嘛接好，自己再丢不过去。好，恭喜这位朋友。啊，你们实在离姐姐太远了。你们实在离姐姐太远了，要不然一定往这边丢。好。我希望今天你们大家都可以开心，好不好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你说 I love you， 要跟我 long stay， 牵挂一生才能陪你飞。不要再叫我，叫我跟我姐姐，我只是放空，有什么都不屑。你说 I love you， 不在乎小几岁，爱自我电话的耳边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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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, yeah, yeah.